这么多洋娃娃，怎么不穿衣服呀？好，都是旧货，原装的衣服多数都已经发脆了。当时我租的房间里有老鼠和蟑螂，这些宝宝越积越多，结果小动物跑进来做窝。等我再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有些宝宝只能打赤膊。这也算是一种真相吧，比较单纯。当心呀，夜里做噩梦了。看到这些洋娃娃，我才一直好梦。看到人，就很难讲了。到我房间里来的男人，阿宝是第一个。如果进来就开灯了，我会害怕。那我讲故事可以吧？嗯。我这个心情啊，大概一生一世都不会好了，是想找一个好朋友仔细讲讲。对我讲。不对录音机了。对我讲。阿宝会嫌弃我的。坐。离家到广东的时候，经济不太稳，在所谓的高级模特班里做高档时装表演，有时也做做低级的工作，在各大夜总会走小 T 台、小吧台，脚尖都能碰得到客人的酒杯，穿得太风凉了，客人也很下流，灯光雪亮，面孔都要贴近大腿了，有人还要用望远镜，所以我经常不上班，再穷我也不穿。后来团里新来了一个小姐妹，星象嘛跟我差不多，叫小芙蓉，平时少言少语的。他刚来第二天，我们就要到一个高级的场所走镜子地板，结果大家刚一到化妆间，领班进来就讲，今天所有人要把底裤脱掉。不要怕，这是流行趋势，正常。我不吭声，我也不脱。小芙蓉起初也是不肯脱的，结果被领班这么一下，跟小姐妹一道光着屁股就上台了。我就趴在后台看，他们还要半蹲做马步，这是人做的工作吗？那天台下有一半的客人都穿着礼服，表面斯文，但他们的眼睛都没有在看人，而是看地板。
你就是看镜子。等表演结束，领班进来就讲，北方人一直讲装逼，各行各业样样都是装的，装的花头十足，装的跟真的一样，其实呢都是空的，假的。当天晚上，我跟小芙蓉还有两个小姐妹准备请假散心。小芙蓉说香港好，海南便宜，澳门我有熟人。小芙蓉托了熟人办了手续，一路熟门熟路，领我们走进一家酒店房间，说自己出去联系车子。从此小芙蓉就再也找不到了。我们三个在酒店等了一个钟头，才发现这是一家自带夜总会的酒店。主管进来讲，三位小姐签了字，自愿来本会坐台。坐台，每夜两场钢管舞，小费28分账。起初我那两个小姐妹是哭天哭地的，结果第三天擦干了眼泪就去上班，第五天抱着我哭了一场就上台了。我一滴眼泪也不落，我只说我要让小芙蓉五马分尸。表演结束，领班讲，我不冒犯管事业，这是我的工作需要，规矩如此，对不住。说完两个老妈子进来捉紧我，给我打了一针。或是笑笑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
这个世界上再不可能的事情会变成可能，已经没有奇迹，所以我只能笑笑。那那个变成金鱼的小小姑娘算奇迹吗？我的经历算奇迹吗？我跟阿宝做了一夜夫妻，我满足了。我认真的。